你看看你们搞的这里，哎呦，乱七八糟。咦，小玉也在这里啊？你躲起来。我躲在这个后面。你裤子怎么白白的？刚才不知道。你碰到哪了？我想死。玩具都发霉了。我们老是搞脏了，然后一到南风天就全部发霉了。去干嘛？你妈妈去玩密室逃脱。去哪里玩密室逃脱？啊？你玩不玩？你有什么地方可以躲？玩不玩？不玩就不玩。哦，又回来找零食吃了是吗？曾祥俊，阿婆说你们今天都不吃午饭。有粥有饭都不吃。不玩玩就是玩。我们也去妈妈电视。你干嘛？我问你干嘛？我问你干嘛？乐乐哥叫你去玩。好好。你还要带葡萄干去。好好玩你们在玩躲猫猫啊？玩密室逃脱。密室逃脱啊！我都听到声音了。知道在哪吗？啊，楼上。那没吗？你看，我都看到人了。你们自己都跑出来了。躲起来呀、啊！你跑出来干嘛？他们等人家找到，你们自己都按耐不住跑出来了。我跟妈妈说一句话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说话。你们一跑出来就露馅了。你去说，你去说，都是说。一出来你就露馅了。你们不要跑到房间里面去哦，等一下搞得阿娘房间乱乱的，知道吗？你不去玩啦？嗯，不去玩。嗯，你都不懂玩呢，是没？啊，丢掉！都不懂玩，不懂规则的，又发癫了。昨晚谁洗澡在那里装哭？嗯，昨晚阿婆帮你洗澡，你是不是在那里装哭？我还以为你在那里真哭呢。对了嘛，你们在楼上啊？啊，不要爬那里，去找哥哥吗？不可以爬那里。还不快去找人，还在这发癫。哥哥在厕所，我刚听到他说他去厕所，躲到厕所里面去了。楼上厕所，你干嘛又不去了？你在那守株待兔啊！他在这里说呀，他没看到我在这里吗？你在这里守株待兔是吗？被你逮到了哦！对呀，被我逮到了。出来一个，第一个，你把这个，我们怎么这么隐藏？姐姐，嗯哼，不要这样。啊等一下，那个头不咋地，撞到地上了吗？我喝水。起来。你刚是怎么扭的？我脑袋扭不起。这么妖妖的。
谁叫你这样扭的？啊？哦，你的钩机拿回来没有？嗯，等一下明天人家收破烂的捡走去，拿去当废铁卖。哥哥都烂了。谁搞烂了？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哥哥呢？他不吹觉吗？他不吹。哥哥。哥哥能去阿伯那吃饭了。哥哥可能在阿伯那吃饭。快点推回去。他没有感觉，他的屁股外面烂了哦。快点。谁那么厉害的？搞那里都烂了。他是怎么挖的？他这样子，他挖到越来越大，还没来哦。你们是拿去挖石头了吗？是不是去挖石头了？哥哥是不是去挖石头了？不然怎么会烂？铁的都能烂成这样？拉回来。他挖的是。难怪。如果是挖沙的话，不会烂成这样，肯定是在挖那个硬硬的石头。那个铁皮都裂了，像个压岁钱哦。等一下你要洗澡了不？不然等一下要拿东西。眼看像雪花一样，你不要把它踢翻了吗？看你头上还有泡泡，不要开嘴巴。一下功。